你们知道吗？真是不可思议！我现在在这耗，我都不知道多长时间，耗已经快半个小时了，在这打这个第四十，打这个第这个红色难度的，我现在打了已经快，现在已经打到第44关了，我都忘了它不是，它原来不是40关吗？现在它原来是50关，我的天哪！我现在已经崩溃了，就现在就这，现在我这打一下已经好难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没，我已经没法再造东西了。哎，你怎么你？他竟然会睡，找不是现在还没到噩梦模式吧？还是他们还真的还是他们真调成噩梦模式了？为什么会他会睡着啊？我去！哎你，他们现在开始睡觉了？那你，为你在等我？为什么他们这些角色会开始睡觉啊？妖兽，让我看看还有没有睡觉的？你他妈在等我！What the fuck？ 好，继续跳过。我现在有大量的钱，我还把这个要不扔了吧？反正他现在，我帮忙了毛毛，我再放个这个，这放哎，我去，怎么这么多这个火箭？这箱子有那么厚吗？我看他那个，他这个原版他好像这个都没有这么厚吧？你他妈这是保险箱啊！我去，哎，这无聊真的好无聊啊 ！What the fuck？哎，让我放，反正让你们前面慢慢打着，我趁着后边还能安静点，我赶紧放个东西，然后再开始，啊，升级升级升满 ，OK OK。然后他现在忽然间变简单了，不知道怎么，可能要灵儿大 boss 了，开始给我们半天赚不了多少钱 ，What the fuck？ 然后呢，我打算等他这个，哎我去，现在我真的我都不知道我当时选的是红色难度还是那个噩梦难度了 ，What the？爸，还有睡觉的吗？有睡觉，我直接给啪就给大嘴巴子。虽然我还是给不到他们大嘴巴子，不过这个是真的厉害。它有几层？最外边这一侧是干嘛的？然后最里边这一侧，哎，不，你们两个麦克风都干事儿啊？都是干话事儿。这玩意儿现原来一关第简单关的 boss 现在成片的抽 ，what the fuck？ 这玩意儿关键这到后边好像到这个难度。就是我先选难度，我都忘了到底是红色还是那个噩梦难度，好像叫噩梦难度，好像是紫色吧。What the fuck？ 反正，总之，唉，现在这个，反正现在耗了半天的时间，我是真的无语了。哎，不是，谁跟他跳过了 ？What the fuck？ 不过现在快到50关了，中间要不等待给他跳过到第50关的时候再给他看看吧。我真他妈抠死 ！What the fuck？我给大家现在说个事情，我真的严重怀疑我是不是把难度调成了那个噩梦难度？为什么这些飞碟之类都开始出现了呀？飞，然后这是马桶那个2.0的那个展示柜能看到的，一脸奸笑的马桶人，我是真服了。我当时让你选的到底是不是红色难度啊？我真，好，现在最后一关了，请大家敬请欣赏吧。What the fuck？ 他妈的耗了我快半个小时了，就是半个小时多一点。多一分钟吧，现在虽然还不确定，毕竟第50关还没打完呢。耶，一会儿打完让我看到底是他妈的什么难度，他妈的耗了老是50分钟，我看这地图能不能出去。反正现在我已经没什么东西可种了，因为我东西基本上角色都收满了。喂，我还没去过这块，哎我去，看这还棒棒的，哎我去，我哎妈，不过还好他应该死后是可以跳回来，希望我这钱 OK， 我回来了。哎，他们在等些啥？等啥小？哦，原来这还是这一堆小怪。为什么到现在最后一关了，为什么你还会开这个小怪呀？然后他已经到，他可能是到最后这一点儿，可能给你来个那个，让我、哦、果然来大 boss， 来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那是。所以真的是，你他妈这个就这个红色难度，他妈的耗了老子半个小时，你那个。那你那个什么，我的妈呀，这光好绕啊，我去，你他妈就这个红色难道他妈的老子耗了老子快半个小时，那你他妈那个噩梦难道他妈得他耗老子多久 ？What the fuck？ 不还要快赢了 ？Yes， 终于赢要赢了，啊，耗这么半天，才获得了40，我真他妈崩溃。Yes。我真他妈，哎，拜拜了你那。